同学都学会掌握考试多么危险的事情，就是说他们的考试会造成自己的伤害，也造成别人的伤害。哇，其实我就是觉得说，如果你家不造成意外伤害的话，让家人或朋友都觉得很伤心。你不奔跑的话，不但自己安全，别人也安心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养成走廊不奔跑的好习惯，减少受伤的几率。减少受伤的几率。那你觉得在走廊奔跑可以减少受伤的几率，那在哪里跑也可以比走廊奔跑还要好吗？操场。操场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谢谢你配合此活动。那希望呢，各位同学日后也可以达成这样活动的主旨希望。那谢谢各位同学。就是学务处最苦恼的其中之一。我们这两个，苦恼。